剩下两分钟。哎呦，那个箭步就踩进去，下冠军。这球应该算是后进了，后进了，今天的哇，太夸张了！有人成为了海报背景了。阿星这一场比赛的高光时刻，看到灌篮了，加罚没有进，加罚可惜。现在两队还是只有一分的差距。全区运动会有看到灌篮了耶！比赛还剩下一分零五秒。于晨鑫，哇，这个端篮没有进，三分了，三分了，黄队八比七一分领先，进入到了读秒的阶段，好球，曾毅翔得分开张，所以黄队是全员得分了，对，各位选手都有分数进账，这个时候红队需要一个外线，两边都来挡拆，两边又退开。这个站住我有点看不懂。于晨鑫，这也许是个七题战术。刘凯杰，这真的有三分打的机会啦！击打冠军。现在九比九平手，剩下二十秒。于晨鑫的罚球前面没有罚进，这次罚进了。于晨鑫得分上双，这十分通通他拿的啦。哦，黄队没有放弃，硬往禁区挤，造成了于晨鑫的犯规。林志宇站上罚球线，现在是换成黄队落后一分。哇，好紧张啊！14.8秒，林志宇的罚球。这个时候在篮球赛的时候，场面就会鼓噪起来。这一球罚进，平手了，剩下12秒 ，shot clock 已经跟 clock 差不多，要拖到最后吗？这一球上篮得分，黄队剩下3秒，传球传成失误，比赛结束，黄队是以11-10打败了黄队，拿下了男子篮球3-3的胜利。欧巴。